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玩这款游戏《时空之城》。这一款6月10号台服推出喽。哦，有配音，有打击感。人物还算是挺生动的。各位喜欢这样的风格吗？我都可以啦，我就是喜欢那个事业线的。事业线啊，第二个妹子也出现了啊，从事业线看强度啊，刚刚那一位会龟派气功的，感觉蛮好玩的，原来它是一款放置类型的游戏哦。又来一位了，这位看起来像刺客，矮人吗？真的是矮人欸，真的是刺客啊！看一下刺客的表现如何。哦，打后排。哇！游戏本身有开服礼包码，可以用到6月24号。我会贴在标题那边了，我待会领一下来用看看好了。其实话游戏还算是不错的，基本上你现在看到上面的角色应该都是要换掉的。这边，这是阵营的加成吗？好像是阵营加成的样子。哇，我那个死掉了。那个刺客还会隐身呢。英灵要强化了，全部都强化一下。新手教学继续啊，好啦，也没几分钟啊，现在还不到三分钟啊，我还有耐心可以继续玩啊，这新手教学目前还算还可以的。哇，强化一点点，战力增加那么多，变成轻松打，手冲送水啊。罗伊，这位是什么品质的？紫色的。设置，这边有兑换码哦，来打个兑换码吧。WSQ36N， 拿送什么？他说要加上个景字啊，这回客服回复的速度还挺快的嘛，是因为今天亚洲府开的关系吗？拿到了耶，还有找到一个 AXGYHK， 这个也可以耶。主要都是你要加上景字号啦，然后打 BOSS。哦，这个 boss 还不错嘛。好了，这游戏看出来是有用心做。目前来看，就是战斗节奏比较慢一些啊。希望它开启倍速的时候能相当有感，那就好了。好了。打完了一整张的样子，哦，这个妹子，第一个妹子好正哦。我看了第一个妹子以后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她，
史诗品质啊，最高就是紫色的啦，然后 5% 的几率，好佛心哦，比二之果佛心呢。你知道二之果的几率多少吗？ 0.05， 连 1% 都没有。不是啊，连 0.1 都没有。0.05。哦，这个 5% 很有感耶。刚刚我那一位角色是什么？我可以把他派出来打看看吗？来，英灵。啊，刚刚那妹子是蓝色品质的吗？不会吧，结果是抽到这个罗伯特博士了。他有没有范围攻击啊？哦，升了十等以后好像就能开技能了。必杀技是什么？对中原范围内的敌人造成 240% 的伤害，还可以降低移动速度。来看一下，哎，他飞上去，怎么战斗就这样打完了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他开秀的样子。哇，他可以回血呢，这只看起来怎么像坦克？缺点嘛，单体攻击。好吧，那游戏就试玩到这边好了。如果我有继续玩的话，我就会再发影片出来哦。哇，十连抽要2100钻，这个肯定是要一直推关卡的下去哦。然后卡池还有其他池啊，普通池、友情池，哎，没有活动池哦。好吧，这个之后再看看吧。游戏就玩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